在这儿呢，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，一呢不要超速，第二呢也不要醉酒驾驶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来关心几条来自国际方面的资讯。美国 Facebook 正在和 Google 比试谁能够成为最佳雇主。总部位于美国加州门洛帕克的 Facebook 总部正在打造一片造价$1.2亿、拥有394个单元的员工住宅园区。该园区将囊括从健身房到宠物中心的一整套完整设施，而从园区去上班只需步行便可抵达。虽然硅谷各大科技公司都在争相推出各种福利来赢得员工一笑，但 Facebook 的该计划无疑是最给力的。